本节目内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以下节目含粗言秽语，只适合成年人收看，18岁以下人士请在家长陪同下收看，敬请留意。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到八点，唔扮高深，但求均真。啤梨漫步，节目主持人啤梨林康正。好，呢套已经上咗画嘅《大君主之役》啊，有冇睇过呢套戏啊？吓，《神冲》我会买飞睇。呢套咧，我上一集我就推介咗 Lady Gaga 同埋阿 Cooper， 即系 Cooper 自编自导自导自演，即系嗰套就系阿 Star Is Born， 即系个中文系叫咩啊？我唔记得咩星啊，星梦情真系啦系啦。咁嗰套都 OK， 但系呢套就一定要睇。呢套即係唔係普通一套驚慄片啊，係真係一個講二次大戰，即係你當歷史片，即係有啲即係好似小説咁啊，即係科幻啦，又有啲即係有啲真真假假穿落去啦。嗱，咁我先講，其實佢主要係講啲咩？就講呢個美國嘅軍隊就去法國就幫手啦，但一定要喺24小時之內，即係炸咗德國一個教堂啦，喺教堂整咗一個即係控制嘅基地，如果唔整唔到咧，即係我哋嗰啲民軍就過唔到嗰度呢個佢地方，消滅唔到納粹德國噶啦，消滅唔到啲邪惡佢族心噶啦。咁於是，但係點知喺落機時候咧，即係已經受到人哋通襲啊！叫佢得翻幾個士兵係僥倖，佢仲未死嘅。咁幾個人最尾可唔可以即係完成到任務？因為時間又越嚟越少啊嘛。咁主要係講呢樣嘢，咁點知入面咧就發現咗喺人哋呢個吉德呢個基地呢個教堂咧有一個實驗室啊，地下實驗室好大啊，攞咗好多人咧又殺啊又劏啊，又唔知又分開佢屍體啊，又又即係殘殺佢啊，即係慢慢退腳待佢啦，你又放血啊，即係有啲佢未死，即係冇咗呢度，但係個人佢未死咁樣生人綁佢綁住啦，就想將佢培養到成為一啲喪屍。係，即係呢條喪屍士兵，而喺歷史上咧，真係喺德即係納粹德軍咧，真係攞咗好多人嚟咧，即係去培養三樣嘢。第一就係研究，第一係死人復活。當時佢凍死咗咧，好多人咧凍死咗好多人，希望就研究啊！我哋希望可以整到死人復活係點樣整咧？就將呢個細胞移植啊，即係呢個咁退瓜咗。係，譬如你瓜咗啊，佢神衝將咧。你個腦就移入去另外一個瓜咗嘅人，或者有一度仲未死嘅波仔咁樣啦，切咗個腦就移入佢個腦，因為你個腦係退休質嚟整嘅，佢就係蠢嘅，咁於是咧就移入腦，跟住你就變咗陳忠就復活啦，換頭嗰啲咁嘅諗法，即係類似係咁啊。當時咧有一隻黑猩猩咧係做到咁嘅，殺咗兩隻黑猩猩，跟住呢兩隻佢黑猩猩嘅腦咧就移植咗一個黑猩猩。佢身上，但最尾黑猩猩因為控制唔到就殺咗佢啦。跟住另外咧就係點樣講咧？研究嗰啲喪屍啊，咁曾經咧就話佢喺1914年4月啦，就買咗好多猶太人同吉卜賽人嘅屍體，或者攞好多啦，走嚟研究做喪屍，即係除咗想復活啦，希望佢變成佢喪屍啦。跟住另外一啲就殺佢啦，就點樣殺咧？譬如即係好多打麻醉針之後割佢手割佢只腳啊，將呢兩隻手接駁去人哋呢只腳啊，即係類似佢呢啲啦。同埋咧，攞咗1500對雙胞胎，咁得翻咧200人咧，即係當中200，即係3200，即係得翻1/15係僥倖生存。喺冇麻醉情況之下，又即係研究下點樣可以生雙胞胎係點樣佢出嚟嘅，即係又割下心、割下肺啊，研究下佢啲基因啊、啲器官同平常人有咩分別啊？因為佢係想咩咧？想所有德國嘅女人，喂，我哋係優質佢脱民族嚟啊嘛！一生就開呢個嘅雙胞胎啦。咁佢研究就研究，當然就研究佢唔成功啦。咁喪屍都係佢唔成功啦。咁呢套戲就攞咗呢樣嘢就做題材。不過呢套戲就講成功咗咧。就最尾點解呢個技術佢冇流傳出去咧嚇？咁我搭翻嚟隻路尾，我睇到黑太陽731有啊，但係佢好睇啦，就有啲必睇嘅戲嚟。十大港產片咁點樣講咧？即係真係有呢啲真人真事，但係研究到去邊個地步咁？當然佢有一啲
誇張到啦。不過你一講雙胞胎咧，我就諗起日本有套漫畫咧 ，Monster 都係用呢個背景，係咪啊？係啊，都係用呢個背景，因為真係好好即係生產雙胞胎或者做 BB 實驗嗰啲咧，德軍係好多記錄留低。喂，諗下嗰時佢德國送去集中營，唔單止你猶太人，係仲送咗啲譬如你殘廢㗎啦，即係你係弱智嗰啲咧，覺得你係啲係低等，即係。就算 你德國人日耳曼人佢都話都送你去死，因為喂你係，咦你啲人都對不是生產唔到啊，你廢啊，你廢嘢一定唔得㗎，你慢一定唔得㗎啦。你係唔係完整嘅人，你唔完美嘅，咁咧我就要你去死㗎啦。即係嗰時都係好殘忍。咁啲正常嘅人又會俾佢即係研究，哇！真係好恐怖啊！咁呢套戲咧最尾咁點解冇咧？就係當即係俾人發現咗啊嘛。係。咁最尾佢都好僥倖可以完成到個任務，係得翻三個士兵，仲係主角男主角個黑人咧，係去搞掂咗。佢啲長官都全部死曬啦。哇！跟住後屘佢哋問：喂，點解你哋喺嗰度發生啲咩？聽聞好似話到嗰度有實驗室嘅喎。跟住問嗰個黑人，那個黑人咧。因為佢唔想呢啲技術去流出去，覺得如果呢啲技術流出去，你哋繼續研究，咁就算係我哋啲法國啊、美國研究，都要有好多人係會死，係好殘忍啊嘛！有啲你好唔人道啊，整啲喪屍佢出嚟喎，係違反佢人性嘅喎，違反佢原理喎。咁佢覺得呢嘢太恐怖啦，即係控制唔到啊。於是佢話冇咁嘅事，其實都係人哋嗰啲軍事控制佢基地嘅。跟住個長官話：我都覺得佢係咁。咁於是呢單嘢就冇流傳出去，因為最尾炸曬佢，即係連埋。都實驗室基地就全部炸曬就冇曬，咁嗰個人好明顯佢唔想呢啲係左膠佢思維嚟啦。但其實呢套嘢我睇到最尾咧，佢去唔爆呢單嘢咧，我就終於明白點樣 setting 咧。我一路睇呢套嘢就好撚敏啊！點解呢個黑人對男主角咁撚左膠嘅嗰啲思想嗱點？點左膠法呢？咁首先佢任務就係要喺24小時，但係啲時間越緊迫啦，要炸咗呢個德軍呢個基地嘅嗰個佢教堂啊嘛。咁你人已經唔夠死咗好多啦，你係所有同任務無關嘅嘢，你係都唔好做，你要即係盡力去做好你個任務，咁你先可以救個千千萬萬嘅人民啊嘛，因為唔好俾佢德軍啊、納粹德國去繼續去屠殺到人，你要俾到民軍有機會去反省啊嘛，叫你炸炸啦，係啊，因為呢個你炸唔到咧，你就民軍就冇機會去反省噶啦，咁點知佢中途做咗好多嘢咧，就爭啲令到任務失敗，包括嗱。個女主角佢好靚啦，咁佢哋就俾女主角收留咗喺女主角間屋入邊啦。個女主角咧又唔知喺英國佢留過學，即係又識德文又識英文嘅。咁又可以同佢英文去溝通，咁咁啱到男主角佢唔知佢阿媽定阿嫲阿婆係海地人，又識佢法文嘅。咁海地都俾法國佢統治過啊嘛。冇錯。咁咧就話原來嗰個女咧就俾個德軍咧統治嗰個地方嘅德軍個長官咧就。睇中咗嘅，咁個德軍其實每日就喺個地方就捉好多人走去做呢個實驗，做呢啲實驗。咁包括佢嘅唔知佢姨媽定係姑姐定點啊，咁做完翻嚟之後咧，成個樣就爛曬，好恐怖，即係入邊就好恐怖嗰個人啦。咁佢僥倖仲生存到，同可以離開，因為佢離開估計就因為個長官就中意嗰條女，咁走啦咁。中意嗰條女咧，就成日去佢屋企佢夜晚。就逼嗰條女同佢搏嘢咧，咁嗰條女你冇得唔 say no 啦，因為佢仲有到阿姨要養，仲有到細佬咧，得幾歲嘅佢要養嘅，啲淫威嘅正宗。咁點知咧喺嗰排就收留咗呢三四個對美軍咧，嗰條女梗係唔肯啦，因為人哋啲美軍咧喺閣樓下面睇住啊嘛，做咩啊嘛，大佬，我同你搏嘢算啦，就俾人佢睇住唔肯噶嘛。咁咧嗰個長，但係條女就 say no 到長官得唔得啦？我今晚我係都要搏嘢噶啦啊！咁於是又想除咗嗰條女底褲咁，點知唔露點啊？都好都失真啊！即係啲人撕爛嗰條女嘅衫先啊嘛，啱啱好嗰塊木又遮住，係嘛遮啊，連衫都冇撕爛就已經係撕佢條底褲喎。咁就即刻咧，佢可以喺無色之下，落到條樓梯。本把槍指住到德軍個頭咯，唔知係咪嗰個人就掛住想幫佢舐佢下邊嗰時已經舐緊啦，就太集中力不足，太投入啦，得呢個有少少就破綻啦。咁咧其實咧其實即係因為嗰時佢有個將官，佢嗰時有到下士就話你唔好落去阻止，想撳住佢，因為你落去阻止就驚動到啲德軍咧。我哋成個計劃就實行唔到啦。咁最尾佢好彩就綁架咗呢個德軍，咁爭啲就壞咗呢個大事咯。咁好啦。咁嗰條女咁橫掂都唔俾人搏開啦，咁算啦，大佬。同埋你係救萬民，唔係就救一條女，唔好為咗一條女放棄成個森林，放棄所有嘅人民啊嘛。第二啦，咁第二次好左膠嘅地方係點咧？咁咧佢哋咧後屘咧，即係朝頭早突然發現呢個長官仲唔出翻嚟嘅，咁於是就成班人就想去救呢個長官去對德軍咁上去睇啦。
咁咧，咁到小朋友咧，咁就喺上邊。嚇！咁咧，其中咧一個退太蛇蛇龜啊，明明嗰、那個德軍嘅將官俾佢哋綁住咗啦。係。佢都咧即係俾佢搶到嗰支槍就殺咗。咁殺咗之後咧，佢見到一支針係因為佢喺嗰啲即係實驗室嗰邊攞翻嚟，就將個針打落個人度，想救佢個同伴。咁結果咧喺救佢同伴嘅時候，同伴就變咗喪屍。佢哋就因為要制止個同伴咧，就令到好多德軍長官就乘機就走甩咗，仲攞埋細路仔走，就爭啲害死埋細路仔，同埋令到任務佢失敗咗啦。第二次左交啦，果然真係左交。第三樣咧就係咧，佢個長官美國嘅長官想綁起個德軍個長官，因為你知殘殺佢咁多人啦，就問你基地喺佢邊，我哋要或者知喺邊，我點樣入去嘅，有咩秘密都要啦。係啊，你實驗室究竟係搞啲咩？呢一支針係佢咩嚟嘅？跟住嗰個黑人嗰個士兵想阻止喎，我覺得咁樣唔人道喎，我打你添啊！即係黐線，嗰個殺人嘅魔頭，因為就左交到咁嘅，因為之後咧係。即喺實驗室嘅時候咧，嗰、那個佢嘅長官呢個下士啦，唔夠打啊嘛。因為個多德軍嘅長官咧插咗一支針，先自己變喪屍，變到好撚勁咯。因為佢咧即已經爆，俾佢打到咧爆曬，佢就嚟死啊！為咗即試下到生命可唔可以入不死身咧，明知研究結果未有就插咗先，咁結果佢真係變到個喪屍。咁嗰個人咧，美國長官話：我唔夠到喪屍打，我點樣夠佢打咧？就自己都插埋針。哇！即啊～變埋怪物。好啦，我就好中意入邊有兩句對白。初落去嘅時候咧，佢本來帶佢一個宗士嚟嘅。咁嗰個宗士咧就同佢講：我哋要同啲魔鬼打仗。首先我哋要變成魔鬼，唔可以對佢仁慈嘅。咁初宗士咧落咗去之後咧，俾幾個德軍咧發現咗指住佢啦。咁啲黑人士兵佢想救佢啦，俾咗另外啲下士就阻止咗，唔好救佢，因為你救唔到佢啦。你知白白犧牲，我哋最緊要完成任務。咁都明知道黑人好撚左膠左膠㗎啦。咁好啦。跟住去到嗰、那個人要插做自己，佢變做呢、這個喪呢、這個對喪屍啊！佢盡啲理智時候，佢話：我哋對付卑鄙嘅人，就用翻卑鄙嘅手段，唔可以用人道對付佢啊！即係你之前已經阻止我去綁起佢嗰啲係唔啱嘅，你咁樣係即係你唔好再阻我輸俾佢啊！你唔好再阻我，我哋要打贏魔鬼就要做魔鬼，即係好似泛民佢主派咁對住啲魔鬼嘅政權，你以為行和你飛你又掂啊？你要。佢卑鄙，你就用翻卑鄙嘅手段；佢魔鬼，你用翻魔鬼嘅手段。咁事實都證明到德官咧，冇因為你對佢有半點嘅仁慈，佢就對你鬆手啊！佢即係用翻更加之十倍殘酷嘅手段，再去報復翻你啊！即係簡單啲講，撲街就係撲街。係啊，即係你半點都不能對仁慈，即係你班左膠。即係我覺得呢套係一巴一巴掛落去左膠佢身上啊，即係掛到男主角嗰塊面度嘅。咁最尾嗰個人就變咗喪屍啦，喪屍打喪屍。都打敗咗個德軍嗰個喪屍，但係要大家咧要攬住佢一齊死。哦，咁個男主角就想救佢。仲想救佢？係啊，佢話你唔好夠時間，都冇多，得翻唔知十分鐘到啦，幾分鐘你快炸算啦，我要一齊死。咁佢唔想，即係想救翻佢。咁最尾佢都聽，因為就 it is an order， 因為佢比佢高級，你要聽到佢命令，我死就死。咁諗下呢個人係為咗打敗德軍，係不擇手段，自己要插埋針變喪屍。但佢因為唔想呢啲嘢，佢流出去，佢寧願自己一齊死，同歸於盡啊！所以嗰啲話我要用卑鄙手段對付卑鄙人，對付魔鬼先自己變成魔鬼人，只係講緊手段，唔係講緊心態。就等於我哋對付啲極權，我哋手段係可以變魔鬼，可以卑鄙，但唔等於我哋心態會變到啦嘛。最尾我哋都係喂，最尾如果佢真係變咗對魔鬼，佢就會為咗留低自己嘅性嗰條命啊，就寧願將啲喪屍技術都流傳到呢、這個世上啦。佢根本佢都仲係佢天使嚟，只不過你對付魔鬼就要用魔鬼嘅手段咯。你對住啲咁殘暴血腥嘅政權，你和你飛就冇噶啦。你要用翻非和平、非理性嘅手段，你可能你仲有機會，但其實唔代表你係冇咗你本身和平理性嘅一面噶嘛。你需要和平理性嘅時候，就自然會用噶啦。即係呢啲就同左膠講，你唔好死有一邊頸，你諗嘢唔好一直 A 同 B， 唔係黑就白，中間係好多灰色地帶你可以諗噶。因為實際上你現實社會佢就係咁，所以呢套戲真係好好睇。咁啊，最尾我明白啦，點解呢條狗咁撚左膠咁樣和你飛嘅咧？哦，因為就因為佢咁左膠咁和你飛，佢先。爆原來有實驗室佢呢單嘢咯，咁我覺得所以呢套戲咧其實係好好睇，咁三番退四次，如果就唔係有嗰啲誘液，唔係有嗰啲即係點樣講啊，即係對付魔鬼，首先你要變成魔鬼嗰啲人落 order 要你做呢啲嘢咧。
成件事咧就任務失敗咗啦，你就請二次大戰你就輸咗啦。即係話到時候你真唔跟住就唔救唔到細路仔，可能令到嗰條女嗰下唔使俾人強姦，咁之後佢以後都要俾人強姦。係啊，以後死埋添，千更多嘅女人會俾人佢強姦，會就係咁咯。所以呢套戲咧，《大君主之翼》咧，即係大家真係要睇。咁一次大戰。其實咧，即係講呢個希特拉，其實希特拉又參加一次大戰，嗰時佢喺比利時佢戰場，咁曾經就受傷，送到去醫院，咁佢眼睛咧都曾經係短暫佢失明嘅，因為佢中咗啲即係戒指毒氣啊。係。咁嗰個人就覺得好痛苦，佢希望第時將來就要報仇，亦都嗰時犯咗錯約，之後簽咗覺得係德國嘅屈辱。咁呢個1918年10月啦，中咗呢個戒指毒氣，在比利時受傷，眼睛受傷，短暫失明的士兵就希特拉啦。咁佢後屘就二次大戰就報復。咁所以呢套戲《大君主之翼》咧，大家真係就要睇，我覺得係好值得買飛。係啊，跟住下一節咧，就叫阿陳聰就去主講一啲體育嘅佢議題。想有在泰國做 SPA 那麼 relax 的感覺，這隻 Puttawang 竹纖型室內香氛油有六種不同的香味，可以令人舒緩壓力，輕鬆入睡。每款混合不同的養生療效，好像在泰國做 SPA 那麼輕鬆。做完 SPA 想滋潤肌膚，用這隻 Puttawang 特級有機椰子油，氣味芬香獨特，超強保濕，容易被皮膚吸收，令到你的皮膚更加柔軟，更富彈性。嚟緊夏天有呢一支 Puttawang 草本驅蚊噴霧，採用純天然檸檬草、香茅油同其他植物精油成分，用法簡單方便，一家大細就可以放心使用。依家嚟 mihk.tv 就可以買到以上嘅產品啦～